今天来继续介绍这个超级马里奥，马里奥派对，小游戏。然后这个是在拍照的瞬间站到最中间，抢位。在十秒钟，他才会按下快门。我就故意在旁边绕，把大家做成几片。我觉得那一张照片我在空中。孙喜刚获胜，连我的中影都没有呢，又被那个家伙给……哇塞，这个是考验技巧的，开始。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可以登最高就是赢家。结果大家可以发现，我现在连一个都登不上去了。终于到了下一朵云，我终于到了第二朵的地方，现在20尺，我到32尺的地方，跳上去，我再跳，差一点。他们到了55，我只到39尺的地方，马里奥第一，马里奥到了76尺，马里奥真是牛啊！接着这是找出去大蘑菇，撞到蘑菇之后去冲击队友，把别人撞出去。那我们要先找到蘑菇嘛，蘑菇出来了，这样子他就赢了。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闪避他的重击，所以这一关蛮好玩的，再玩一下。但是我想撞他们，但是我找看到蘑菇了，罗杰塔拿掉了，他直接把我们撞爆，他根本没有动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打破这个魔咒，就算是他拿到巨大蘑菇，也不一定会赢。因为巨大蘑菇有时效，巨大蘑菇就在罗杰塔这。哎呀，你看吧，你看马里奥还是不是没被撞掉？但是我一定要赢，要赢的办法也只有拿到巨大蘑菇。我在等别人把巨大蘑菇撞起来，结果又是罗杰塔，找不到。请假北青梅，好烦哦！为什么随便就可以？因为队友太废，一次就被中了两个。我觉得在这里，可恶，又是罗杰塔，撞东撞西。你看，变小了，第二轮又在他手上。又来第三轮，又在他手上。我死了，但是我真的好想拿到巨大蘑菇。在这啦，我中了，结果被马六抢走，队友直接残次。我抢，我抢到了，哇塞，我变小，我抢，赢了。这个游戏让我沉迷了好久啊，要吸 win， 赢了。随机选择下一个游戏倾向，哇塞，不要追到蜂巢就对了，它数字就只有1跟2，看谁接到蜂巢谁就输了，这个可能会玩很久。他选择一个，我算一下，孙金刚撞一个，那我偏偏要撞两个。我撞了两个之后，他们一个，我只要再撞两个就赢。但是罗杰塔却临时做出改变，这样我就输了，他们曾经就是来害我的吧。
下，这样我就输了。当天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大家来，让我们一起推谜。他一开始骰一，如果每个人最多都是2222的话，那我还真不知道能有说跟没说根本是两样。他骰出了二，假如我2111可以留给我，那我当然骰一。我骰一后，他们一人一个一，我只要骰到二就，哦，他竟然骰二，把锅拖给队友背。他骰一，罗杰塔一定骰二。真的是假赛啦、啊！我数学这么好，这次一定要对。对不起，跟按照重来了。我一开始就选出了两个，罗杰塔赢，你学我。马里奥更是学到爆啊！他骰一，那我只要骰二，后面一定会有一个中招。OK， 他们一个人骰一的话，就是马里奥中招。恭喜马里奥，你骰到蜂巢。拜拜。接着到下一个蜂巢还有这么多的时间。骰二。我骰二，假如他们每个人都骰一，我又死了。骰一，谢谢你，大圣金刚。那我就骰一，把锅拖给那个罗杰塔呗。OK， 其实，那这样我跟圣金刚对决，现在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大摇大摆的骰两个，到最后七个再损失一下。他骰一。这时候我觉得骰二不会怎样，所以我就骰二。他骰一吗？他骰二，那我只要骰到二就赢了。一、二、1、2，送你喽，拜拜，完美结局。要吸 win， 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哎，完全靠你！哇塞，这个寄东西的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勉强挑战看看吧。黄色黑盒，淡绿，淡绿皇冠，黄色黑盒，淡绿皇冠，黄色黑盒，黄色黑盒，淡绿皇冠。摆的这边是不是对的呢？哇塞，我记忆力太好了啦！拍谁啦？十个全对！拍谁耀西直接10-0啊！又是耀西赢了，电脑现在还有普中等的强度，下一个选择各种蘑菇玩过啦。就再玩一遍，我死了。我是想给大家一个新发现，大家看到下面我死的时候是鱿鱼来载我的吗？这是象征鱿鱼游戏吗？应该不是。拜拜，我杰塔，恭喜刚获胜。
随机选择。哦，滑，这是溜冰吧？决胜是关键，不要选数。刚讲了嘛，决胜是关键，不要减速，所以 A 就一直按着。只是我好像跑得太外圈了，但我还是率先先拿到第一圈，就马上被他们超越。喂，升起刚拿到第二圈了，我觉得跑外圈一点好像比较不容易像我刚那样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在这边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反超，假如在这边的时候就会落后。所以这次我决定跑超外圈，直接让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悬挂全高雄，根本没有好不好？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游戏 Final Round， 请下。今天影片就先这样，拜。